脚印找一下。哎呦，没有发现脚印，让他跑了吗？哦，在这边，追过去看一下，看能不能看到什么。哎呦，找不到他了呀，这也让他跑了。嗯，这边椅子都被拆了，那肯定是有原因在这里。好的，哇，两个园丁，好皮啊，这两个园丁。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，哈哈。先抓这个小花碎花的好园丁 A 一下。好的，翻窗没有关系，我们继续跟上去。这个园丁可是跑不了的，我没有他的视野，也只能追过去 A 一下，没有 A 到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想用板子砸我们 A 一下。好的，漂亮，把 A 倒了，哈，连抽到的机会都不给我们。亲亲抱抱举高高，嘿嘿。哇，这两个园丁拆了不少椅子呀，就把你放在这个椅子上面吧，不用挣扎啦，肯定是不够时间的，放在这个椅子上面。那另外一个园丁他是肯定会来救他的，毕竟这里只有他们两个人。好，这边机器一个